今天我要唱首歌，一首祝福你的歌，愿你能幸福快乐，好运永远围绕着。人生就像一首歌，有人唱有人在和，最重要平安喜乐，要珍惜每一刻，把快乐传给每一个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春暖花开就在这一刻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走过的路一切都值得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坚持梦想我不怕坎坷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有得，今天我要唱首歌，一首祝福你的歌，愿你能幸福快乐，好运永远围绕着。人生就像一首歌，有人唱有人在和，最重要平安喜乐，要珍惜每一刻，把快乐传给每一个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春暖花开就在这一刻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走过的路一切都值得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坚持梦想我不怕坎坷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失去也许是一种获得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感恩所有，珍惜每一刻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平安健康已经是获得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有得，其实我们对郑冰燕导演的这个爱慕啊，其实已经从很多年，其实已经产生了。在这个 Facebook 面子书，我们知道了冰燕本身有这一次巡回全国的小学，我们都尽全力希望冰燕能够在马六甲选到鼎华小学作为取景的学校，也非常有幸的我们被选到了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是很开心去兴奋的啦，就是我们在这样多个所学校里面被选中了。我是觉得唯一的挑战，这个我也坦白说了，就是太多人报名，我们有没有办法，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太热烈，大家都想入境。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次冰燕来到鼎华学校是第一次，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了。我们鼎华学校也非常乐意跟冰燕长期的这个配合了。就唯独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，一起床我看到就是整个天空开始下雨啊，我就开始很紧张，然后我觉得也很庆幸老天也很帮忙啊，到最后真的是雨过天晴啊。其实我们的准备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啊，因为我们把冰燕当成是非常非常尊贵的贵宾，我们的老师也自己尽心尽力的去把这个学校布置起来，甚至有个2025跟一个蛇年的设计。我祝福大家蛇年行大运，在这新的一年大家开开心心，有舍必有得。在这里我祝福大家在这个蛇年行大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新年快乐，有舍必有得。